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高三了还转学啊？因为家里搬家到这里，所以那边就是食堂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卖部，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你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还会被吓到？你不吓别人就不错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会把你屁股被炸的事情。 警告你啊！我屁股的事情，你要是敢让第四个人知道，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做出什么事来，听懂了吗？你就放100个心吧，你屁股被炸的事情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拉钩，行吗？拉钩。就是。小菊，管好你的嘴。小菊，怎么啦？ 我刚一转头，你人就不见了，你惹到他了？没有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没事就好，不用理他。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，你高三了还转学，你的成绩跟得上吗？我在我们之前的学校成绩还可以，尤其是地理特别好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在讲 A B C 中，讲 A B C 所对应的边分别是 A B C， 向量 m 等于 1， lambda sin a。 向量 n 等于 sin a 1加 cos a， 已知向量 m 平行于向量 n， 若 lambda 等于 2， 求角 a 的大小。陆十一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听讲呢。好，你来回答这道题。我不会，但我觉得新来的夏小菊同学很认真，要不让他来给大家讲一下吧。夏小菊。 不用紧张啊，这道题是我们的基础题。来，你站起来，大声告诉大家你的答案。零。零啊！我让你求角 A 的大小，你怎么算也不可能等于零啊！大家都看一下摸底考试的卷子，有哪些做错的题目，抓紧订正。 小菊，你也太笨了吧！还说什么自己成绩还可以，我丢不丢脸呢？小心烫到！谢谢啊。没想到这么巧，我们居然在一个班。你之前学校的教学进度是跟我们不一样吗？嗯，你别说了，我觉得我自己太丢人了。别担心，刚来的时候都这样。 你们学校的基础题都这么难吗？那些题目看得我一头雾水。我们学校进度上是会比别的学校快一点，但是应该也不算难。我觉得你只要慢慢学，总会赶上的。啊！你当然不觉得难了，物理竞赛全国第三，数学竞赛全市第一。啊，你要是觉得难的话，那我就不用学。你消息还挺灵通的。班长大人，你在学校可是大名人啊。 实在是佩服，佩服！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逗的。真的，哎，以前我的同学也这么说啊。他伤好了吗？现在就打球？还没好利索呢。但是他这个人啊，闲不住，一天不打球就手痒。哇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 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有人撞我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务室啊？去你爸那看看，十一啊！我去。我告诉你夏小菊，我碰到你我就没好事儿。走。去医务室啊。